几回头，多进来。最近打开就来吃个五汤煮粥都可以，来两碗来吃一下哦。大家来来，两包两位啊吼。来，收音机长，来，不用说，不用说，来两包。来，阿龙没想问，来，收音机长，来两包。来，两包好呀。收音机长，来，上到过来。进来两包好，后边边下拢我未收，叫伊收。来，两包好。Hello， 我弟弟。我哪来？我跑到前面嘞。我这条吧，来。有一箱要挂的啦，我看你有挂了无？两箱都挂了。我你转来啦，我挂了。在圣马可还好啦。我已经都习惯了。我不会了，下个礼拜我就会进来看看。应该够啦，对。我爱吹啊，我无啊。无啊。哎呀，你等下就去看着啊，就等下哈。你转几摆啊？你转落。你就唱出来哦！蔡老师，来铁板烧够水吧？超漂亮的神头，来我爸爸。超漂亮的，真正水。我爱讲你无冰箱通冰我去，我等下叫你来，这来买一罐来我爸爸。铁板烧鲑鱼超漂亮，新鲜，来神头水啊！不会啊，现在没卡啊，对。不用硬挤，不用挤啊，慢慢挤进来就可以了。你其他派刚休息啊？没有，我不休不休。我讲呀。对啊。再来再来对啦。应该都会啦，都可以啦。好啦，那好啦，那就好啦。两箱我放了一箱。几海浪啊？几海浪啊？风筝打风堵啊。那几箱海浪啊？来来来来，我海浪啊。好，带血排血，带两个五号花旗。去来，你口渴等来啊？去来去来。对啊，米金要跟刚红哥组合就是在升起啦，哦。有啦，还有一块。不修不修。好，点点啦，你要讲几摆嘞？你话解个，解个咁只只嘛咁款。不修不修。来，我包咯。来，五百块。铁板烧鲑鱼，咱要煎无？来，我包。哎，这深度真正够水的，拢无人敢吃哦。有。如果可以，照袂啦。照。我说真的，这一箱我随便卖卖了。卖不卖呀？在这里上网就真正新鲜，真好起来，而且鲑鱼没有胆固醇，而且它长得那么漂亮。来，这样一包五百，你吃要五百呀？就一百块鲑鱼，伊是咱六个人个尔，烹一盘等于这。卖不卖呀？无好心的，我改好心改改，你唔通两个卖呀？这个午餐你吃什么呀？哦，免五百四百，来三百好。一人一盘，来铁板烧鲑鱼三百，过来一定要赶快。哦，对啊，你个比较年轻，对啊，我唔只收大咗啦。我唔理啊，我这边我爸帮我成就啦，三百好啦。真的很漂亮，你们自己看。我觉得还是风扇会比较。来三百，这边我来没讲贵吧？哎，没腿站来啦，没腿站。谢谢。好多别人了。好像没得赚，你不是很少下？我五百一对啦，买三百多，只能买三个哦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三位捧场。来，三个，咁变好多。卖饼了，咁卖饼，咁变好多。我慌张，张张。停止啊！你别忙，别忙。来，谢谢来。龟头干吹出来，龟头。来，龟头干吹出来。萝莉鱼啊，萝莉。OK。QA。萝莉鱼啊。爸，你说，喂，我讲阿仔想点想点。哎，我前几个是农业基金的。来，要吃白带，个人两百块，三个人给两百块，来两百块，来白带卷。哎，两百块。来白带卷两百，来七八包你来。来，你三百多。七包，七包，七包，来两百多。白带卷两百块。最后两位的白带卷来两百六，我喜欢北京小鱼啊，我。来，最后一个白带卷两百过来。来，最后一位喽，陈和家，陈和家这波起啊。人生寄血的话，来两百，我发枪我赢，来两百，直接。北带一个，要交到阿公啊。来，阿妹从龟岛单交过来啊。塑形成满单交过来啊。他龟岛够玩的。吴志兴啊，终于啦，终于，咱们今仔可以退休，挺好玩，退休啊，老要吃，免五百，来三百块咯，可以退三百块，我要卖三个个人而已。谁要可以退？没
三十，真正大了。真正好高。来三百块。三百块要金钱哈。来加一个。来两个。来三百。两个。最后一个。来三百。旁边拍下，明天考完试就解脱了，就方便了。对啊，期末考，来上班，接下来就放暑假。来，这样解归统。来上班了。最后一位了，来三百块归统上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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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没讲归统嘛，春节浪费了。五百块，刚才你讲票咯？对，有人点蛤蟆跟蟹啊。来龟头三百多少啦？来，想要吃龟头，跟我讲，你跑拢你哦。蛤蟆干虾哦，来一份给我，知道？来，要是虾卷的，一人一份，来200给我。超级好吃的手工虾卷，来大哥杯酒，冷爆过来。不是八条啦，十条、十二条、十三条、十四条、十五条，一个十六条，冷爆过来，手工的虾卷，冷爆了。我三个了，来三个过来，手工虾卷，来那个包。来好，来十六条，来虾来，虾筋都白虾，应该买筋吧？白虾。多少钱？这个海包。这个这个。这个春秋的条。哦，我去，这不要我发货了，这个。真正白货。来虾这样开沙发，变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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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讲话你较真实的，啊我卖袂晓坚持，我你若爱吃，加买两份啦。每五百，五个人加吃几块，开七百，来三百，来两百咯，两百块来，野生白虾来，一人一份，两份都没关系，来两百块完咯。海白虾两百，不要买有钱啊，不要有钱，我买白包哦。来海白虾来200块，我看嘛，没五个呀，四个客人吃下了海白虾，两百块，海白虾，来两百块来。最后一位，两百，海白虾两百，都完啊。哎呦，这四个客人俩没完哦。三个，来来，帮你帮你。四包三，四包三。这时准备，四时汤干了怪怪的。来，方式完成一点。把喜爱没了哈。无鱼没有。什么鱼没有？没有啦。这几万呀？对呀。来回给沙发过来，两包两片。没有想过。沙拉白沙发，来两包完了。这样子太累。我要给两回给我。如果要这样子做，来两包。谁要换？还要有三个人。谁？帮我处理。没有。马上帮我处理订单，马上帮我抄写，然后马上要马上要帮我对账，太累了。小买就好了，来后再便宜哦，再便宜，你进工厂买还要再便宜的五块，太贵了。快，反正比较贵哦，贵五块。再有钱都无够他们，贵五块，想不到车车车推车都无够。来，要吃四神汤的，金价大包呀，拢标啊，老贝价三百块完，300块来。荣誉四神汤，来三百块，这个物件干哪一大，加提这来给恁吃，这一包一公斤啊，来两包给恁来，真正好吃，来三百。那个跟各位网友报告哈，明后天不接受宅配啊，把今天晚上下单，我有空再帮你们做哦。哎，因为明仔载哦，我要跑步。相亲呐？跑步，做保险。第几页啊？卖萌啦，无啊，今届我着看七八个啊，今届搁要加。身体愈来愈歹。我今日身体无够用啊。身体愈来愈虚啊。啊，我介绍两个啊。你走，因为你了顶级的，我无三条。哦，做个定位。我今个加一个啊。卖，峰哥，你的数字我袂下啦。今个加一个对象啊。峰哥，你的数字我袂下。伟哥，我介绍一个。哎，两包400块的素心汤，我卖你300块，有几啊？啊，不蛮少钱咩？你素心汤无少哦，你这汤啊足贵哦，30多、60，八啊八，200块，免300，超级好吃的。留一份给我。这大西做的呢，来六个人，六个，这阿贵啊，来。啊！大阿伯来汤酒了，赶快春节，没少百两，我来200号。高中生会两公斤哦，来200块。无你有啥物目的？加了就可以吃了。高中你来叫啥目的？搞方便暑假。当然嘛，就会员嘞，不管你不管农啊农啊。还是在农民面，
你袂记啊？啊，这当归半的无？哦，你这当归半啊？我有我大颗啊，我安尼几半？来，下边三个人过来，个本来个本。来，叫什么？本来叫你就走来吃。来，叫什么？吃。多干啦。吃两个。好啦，我变一半以后，伊都。来，要吃这半的来，1000块，1000块来。来，要先移平板的，快点啊！来，1000块。安哥，来帮忙收一下。没有，要先移平板哦。要鱼块平板的举手。要鱼平板的举手。身上还有钱的举手。密码啊！太猛开哦！来，1000来。换了，要钱花了。那什么？箱子。箱子吧，箱子有的话再给大哥没关系。来1000块来，大哥。来开始啊！来，请江涛姐别吃鱼啊，来1000块，不要带回家的了。哦，鱼啊，走低调料的。我领了，来1000块，1000块，还有人要吃鱼吗？来1000块，这罗鱼是要8300，两块鱼啊我。来1000块，我来吃鱼啊吧。我大哥要吃了啊！来1000块，走来海鸡煲，莫去问哦，海鸡煲一只好料。来1000块来，叫涛姐让给金子来，这样1000块有没有吃鱼的？再问一次哦，来1000块，你这样不要没金子？阿伯，我好厉害是阿伯啊！没，放心啊，没，哦，电话买啊！来叫涛姐金子哦，阿伯做什么呀？哇！看啊！来，他点起来。来，起来。大哥，老扛住，很便宜。很久没有买了。来，先鱼冰盘咯，尽量。你若加咩，我就加糖。这两杯就唔了，我爸。来1000。来1000。回头刀牌，我绑了。来，三位。我来啦，我无高富啦，这钱我搁开高富去消的。三个。迄个什么货问敢够回头刀牌？回头刀牌哦，什么货呀？有啊，有啊。来回头刀牌给我来。什么货？你要几份？我剩下一箱哦，你赶快讲，还是要整箱都给你？来，龙血300块。300块，来三个，五啊五啊五啊，这种差四个人，准备六两，两份就好，没五八，没四八，龙血鱼来，来小王，来三八路，这种差四个人，这两个四的来两八路，200块来，不用300了，龙血鱼200块来，来200块，哦哦哦，没了没了，来我姐姐贵了我来。继续来，来这款人个啊，现场客这唔免落去等，哦，这现场给你。来，水哦，比较搞好嘞，来1000块来。当然有啊。哎呀，钱我得丢啊，阿妹，我丢啊。钱拿出来，他叫鲑鱼送出来了。商品要不要射出来啊？鲑鱼。我唔知。你咩啊？你相亲？红星，你如果要宅配的话，你在脸书上面搜寻新大港王东皇的社团，你就可以找到。我不装安尼少。今年要上班就无啊。来，无多讲的鲑鱼。来1000。6个。你拍摄无人个哦，五个人给了。五个了，五个了。五个，来1000多，来1000块，还有阿哥的烤炉哦，来1000多，我买嘞，好来，来叫陶姐，哎，无人跟住啊，1000块，叫姐跟住好不好？来1000块，都没有人拿钱哦，来，再来，放上我玩，我让给你哦，这边蛋这块蛋的玻料就合理啦，来1000块了。1000块，小姐听到好不好？几块拼盘哦，1000块。我唔想你单上。来一个，小姐帅哥，来还有4个喽。来一个，一个，一个而已啊。一个，一个。
恁边外啊。新增从五十班，加薪啊！一只餐厅只开六百，餐厅改吹小两六百，吹拖机的，来一千块。你这个加分有没有了？六只而已，来一千块来九班，新增从五十班加两加，一千块了。个人还要九班吗？个人要一千班吗？来五个客人而已，赶快。来一千块。
好啦，我改过就好啦。不管啦，不管。不改过啦，改过我退款。阿乌鸦，阿乌鸦三分。买不着蛤蟆料啦，每一单里面啦，买不着蛤蟆几包，不着蛤蟆三包，不着蛤蟆我三，不着蛤蟆四包三包，都唔免啦，蛤蟆无上啊，你只阿妈来二十块我都，二十块啦，蛤蟆买二十块。你问下唔对，真正就要二十块。大概快二十块哦，蛤蟆。累嘞，你弄讲话我更累嘞。意大利面。哦。来，你可以去办咩啊？是吧？阿妈，我找料啊，等嘞，我找钱找。九个，阿妈九个。等下你别找几十块多，来看你包鱼多料。九个。有啊，阿妈九个。来，头先买一车啊，鱼片饭啊，二块鲑鱼，两串鱼片，来，好喜欢吃包子吃。不要摸菜椒。来，光机，来个姐姐，来多多来，谢谢。来，意大利面200块了。来200块了，三个面。阿辉阿两分，我一分。两分，你就会抓回来。没有啊，他比较高。阿辉阿两分，阿辉阿一分，好吧。来过来，阿辉阿那边。快点紧！来，干杯！说200块都吃无必要，较紧嘞，都送一包给你啦。这三袋、四袋就50块，很多，很多够用的。然后要吃，吃免收200块面啊，100块啊，干杯输100块。好吃的干杯输哦，不是一般的哦，哦，这叫很多用啊。来，100块来。米特旺，赶快出现！米特旺，来100块干杯输。好话咧，我头讲到几块啊？十块哦，啊无十一块哦，你话一百，十二块，一人十三块，召唤王大哥，十四块，十五块，三块数，十六块，召唤四，十七块，十八，十九，一个 K 二十，一个等于几？等于蒸汽炸锅，一百六，几个？过来要怎？我输你个战斗火的。一个 K 二十五片，等于整等于几？一百六，25片，干杯输，一百五。大家几人坐到袂好？来收钱啊！你讲啥话？你去坐袂歹。准备六个。啊，唔收钱，哎，你讲啥话？我你要摆款。来，一个二十五片，伊无少啊，无少啊，伊二十五片，伊做啥啦？你话伊吃好爽诶，对无？来，遐那边500块来，两个人几杯？台北的500块。我用召唤器召唤出来的。快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平商姐平商姐，来我爸过来，哎呀上站起来啊！我用召唤术召唤王大哥，他两个人给两个人感应到了，所以要出来。我讲做什么哦？继续去搞买，你敢知影？大你嘛买哦，不是几盘500，我一盘两个就对了，我来500过来，来啦！啊，过来要吃虾无？来500过来。你够虾无？不然咱搁一盘哦。我们做，我们做。